所以在下降的那一刹那，亮度会特别的强，是代表我们的佛性现前。所以先看修禅观要有三种力量。第一，昨天讲佛力、法力跟自力，这三个很重要。为什么？这是出自于《波州三昧经》。其实各位有很多问题，就是你从这三个角度去理解。修禅观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要有虔诚力，第二你要叫观想。注意，你的观想是按照释迦牟尼佛所教的南传、北传、藏传的方法，所以它不是妄想，跟你坐在那边呢打妄想是不一样，它是有方法可以让你的心定下来的。所以在大乘叫做观佛三昧海心，观佛的三十二相，包含你观阿弥陀佛眉间白毫相，观地藏菩萨的五方佛宝冠相，或地藏菩萨的席藏，或是摩尼珠，这都是有功德的，因为你的心是圆在圣者的三十二相上。第二，要有佛力的加持。这里的佛力是什么？就是念咒。注意听，凡夫是不会有咒的，圣人正悟才会有咒。你看佛菩萨都有名号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地藏菩萨昨天介绍灭定正追言真言 Om Bolai Monin Tonin Sopoha， 这是用华语念的，可是它的梵文呢音会有一点点不同，没关系。那请问呢，你自己有没有咒呢？像我心弘法师就没有心弘咒啊，我不会念 啊。那西藏人呢的咒呢，大部分呢传统上都会前面加一个 Om 啊哄声口意，然后再一个咒，然后再来哄哄哄这样子。所以西藏有很多很多的咒，可是你自己就不会有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咒是圣者在禅定中所发出来的电波，所以这里的佛力就是你必须念地藏圣号或地藏灭定罪真言，待会我们静坐会一起练习。所以你念咒的力量，所以蒙地藏菩萨加持。第三个法力，法力就是你心禅定力，你心必须要安住在禅定上，禅定你身心放松，不要放绷得太紧，你自己的佛性啊就会显现，就像刚才太阳旭日东升一样。为什么你常常心很没有智慧，没有愿力，有很多的烦恼呢？因为呢，你像太阳升起的旭日东升的太阳啊，乌云非常多，所以你看不到你自信。所以禅定有它的功德力，所以六度波罗蜜的第五度叫禅定波罗蜜，第六度叫般若波罗蜜。希望各位莲友，新加坡的莲友，在今生能够六度当中，在止跟观第六度跟第七度要再加油，再加油。假如你能够透过虔诚力、观想力、持咒力跟禅定力三个加起来的话，那你念十声地藏圣号的功德啊，都会进虚空遍法界，胜过一个人呢散乱心呢念几万声的地藏圣号。虽然数字很多，可是它的力量却不大。不然你想想看，地藏菩萨到地狱里面，地狱这么广，这么多的幽冥界众生，他怎么度众生呢？他就按照这三个力量，自力、佛力与法力三种的结合。好，请看白色水晶球。今天观想，请看就是待会我们静坐的时候，两个手掌捧水晶球，也可以观摩尼宝珠。注意听，水晶球通南传的禅观。水晶球是白色的，当它碰到不同的颜色，它可以显现各种颜色。你看，水晶球上面可以刻不同的图案。它旁边若是一个红色的纸，它水晶球就显现的是淡淡的红色。水晶球若放在这个绿色的叶子上，它就可以显现为绿色。水晶球若放在蓝色的图案里面，它就变成蓝色。所以可见白色是所有一切光谱啊，颜色有光谱最原始的颜色。那佛经里一般说明呢，菩萨放光大部分放白色或金色，白色代表清净不染，金色代表你如来藏自信的功德。接下来看手中捧着摩尼宝珠的地藏王菩萨。这张地藏菩萨是在华人世界早期啊最流通的，
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喜欢 new fashion， 可能呢就不太喜欢这种造型的。以前呢，这个在华人的世界，东南亚早期呀，地藏菩萨这尊是非常非常庄严，也广为流通。你看这张地藏菩萨，他就头戴五方宝冠，身结禅定印，手中就捧着一个摩尼珠宝。待会你观想你的摩尼珠宝就像水晶，因为呢你从来没有看过摩尼珠嘛。水晶跟摩尼珠的造型比较近，所以水晶对你来讲你会觉得比较亲切。所以地藏菩萨就每天入客恒河沙定，然后入定，然后观一切众生的因缘，然后呢用摩尼珠宝来满一切众生的愿，所以现千百亿化身。所以地藏菩萨放光的时候是这样，万丈光芒，他全身都是金色的。过这次讲座，我会讲我地藏菩萨度我出家的故事。我梦中做梦梦到了，就像地藏菩萨全身都是金色的。所以你要观想摩尼宝珠上下左右360度往上放光。注意听啊，第二个阶段，先观想心捧着摩尼宝珠水晶球，然后你喜欢白色、金色，什么颜色五彩都关系，然后开始放光。放光的时候呢，然后呢先照整个宽济念佛堂，慢慢照，再照整个新加坡，再照整个东南亚，再照整个地球，再照整个太阳系，一直照照照照，看你身广多大你就国大。这个就是训练你的心量的一种方法。否则我们凡夫往往呢就是每天想到呢就是前面眼前的一点点事，所以这样因为无始劫来的习气，所以我们心量不够广大。那这个呢放光由小而慢慢扩大，它是破除你的执着。所以你要观想水晶球跟身体是透明的。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它可以除去一切幽冥借众生的干扰，除去心中一切黑暗，乃至于可以对治你的忧郁症、恐惧不安，它有很多利益。最重要最重要的呢，水晶球放光的方法是要扩展你的心量。好，你不要去期盼你会看到什么东西。所以待会呢会分两个阶段，第一个先静坐观想水晶球，先把它关进去。第二个呢，师父敲引磬的时候你就开始观想放光，你能够放多大你就放多大，你甚至能够飞到天空去都没有关系，你不用怕。然后呢观想完了以后，你就按住静坐，全身自己在虚空当中，就像这样地藏菩萨一样，你的心就是地藏菩萨的心，地藏菩萨的心就是你的心，你腾在虚空里，安住在金色的光芒当中，就像这样。好，这个是藏传佛教的摩尼宝，它是文化不同，好，所以它显现不一样。好，现在啊，好，请静坐，背挺直，身体放松，先观想你自己静坐，然后手捧着摩尼珠宝或水星球，先观想，先不要放光，先把心安住，这样静坐一两分钟。我先敲木鱼，待会敲引磬的时候呢，你才开始观想放光。背挺直，腰放松，眼睛睁开一半，不要闭着。好，下一步念放光的时候，你心里念地藏圣号，用心里念，嘴巴嘴唇不要动，或者你要念灭定证最真言也可以，两个你选一个。待会放光的时候，扩大的时候，你念圣号或咒语。现在先不用，把心系缘在你的丹田，观想两个手掌当中捧着一个地藏菩萨的摩尼宝珠，晶莹剔透的。
好，现在我敲引磬，心中念圣号或咒语，观想水晶球放光。尽量的观想，扩量你广大的心量。观想完了以后，就安住在虚空里，坐在金色的光芒当中。好，结束了。心念的训练是很重要的。好，请合掌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，一起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请看补充资料，我先按出来说，你要抄的话也可以，不在讲义上面。今天也要介绍第十四页第二十八行标题第三，禅定甚深，悲愿广大的地藏法门。一般人我们都知道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心都很广，大家常常说的一个偈颂：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那现在我就有一个 Q&A 给你写下来，请问：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那地狱会不会空呢？地狱哪时候空呢？那假如地狱没有空的话，那地藏菩萨不就永远不可能成佛了吗？地狱是哪时候会空呢？地狱到底会不会空呢？地狱在什么样情况下才会空呢？各位要去想一想，不要呢人家跟着念啊，众生度啊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那请问你要到地狱去度众生吗？答案很多人都说我不要，因为地狱太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学着呢我们讲鹦鹉牙牙学语，你嘴巴念，可是你从来不去思维，不去想象它里面的内涵。地藏菩萨在我这次介绍的当中最特别的是，我也很高兴，接下来看第十五页，从编号第前面一二三是他讲他在三类经典，真正是从编号第四翻过来一直到第十六页的第三十，也就是说有二十六种地藏菩萨示现甚深的禅定相。其实地藏菩萨的禅定是非常非常深的，大地大地，对不对？
所以地藏地藏，对不对？他以地水火风的地做他修持的关键。好，请看幻灯片。禅修你要得力，要有三个条件：第一，忏悔；二，止观；三，般若。忏悔有很多很多的方法，包含你拜各种忏，梁皇忏、金刚宝忏、药师忏、大悲忏，然后呢，各种忏法都好。但我觉得呢，我小小的一个建议哈，拜完忏完以后，大家要静坐一下下，不然轻轻康康敲了半天，拜完了呢，很高兴就吃一顿饭了，我觉得有点太可惜。因为忏悔是中国人特别喜欢修的法门，中国人的民族性呢，自己有什么事情啊，做错了呢，都不太愿意讲，都闷在心里，然后呢，得罪了另外一个朋友，你也不愿意跟他道歉，为什么？脸皮厚。第三个，死鸭子嘴硬，不肯呢跟别人讲。所以中国人呢，大部分都是在临终最后一念的时候才后悔，哎呀，我呢以前伤害过的人呢，我应该跟他道歉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讲呢？所谓的忏悔，注意听，忏是知道自己错，悔是我永远不要再犯。忏悔不是你们想象的哦，很多人来会客，师父我业障深重，请问要修什么法门？我说错了，你念佛那归念佛，诵经归诵经，可是你的问题啊，是你跟家人相处有问题啊，你应该去改正你跟家人相处的方法，否则你一样的固执，一样的这么铁齿啊，你拜一千遍的忏啊，你还是个死鸭子嘴硬的。师父讲话是有点重了，不过这是真心的。过去的恶业没有错，可是现身你每一天身口意，你的语言、你的念头、你的行为一样呢，都在造作啊，对不对？举一个例子，不要介意啊。今天有个莲友来，他很真诚来问我，我不要说名字，我想以他的故事来鼓励大家。这样的话，那他的惨痛经验呢、啊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功德。比如说，年轻的时候，他先生做了很多很多的生意啊。各位莲友，这位莲友或许也在场，没关系，你不要介意师父讲，我不会讲你的名字，我很尊重你的隐私。但是呢，年轻的时候啊，先生都做了很多很多的生意，也很照顾他。可是他先生呢，造了很多杀业，这都是呢卖鸡的，把鸡卖到越南。所以他们家曾经辉煌同啊，赚很多钱过。可是呢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业力现前呢，生意也垮了，他呢病痛也很多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问我，师父，我的先生有了外遇，是师父我们的业障现前？我说没有。杀生有杀生的业，邪淫有邪淫的业。你先生的这个会外遇有很多原因，答案是什么？因为你太不慈悲了，你从来没有像以前这么温柔跟罗曼蒂克过。你不要介意师父讲这些，我是老师，我知道很多很多事情。佛陀也是讲，我们就要调伏我们的贪嗔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今天先生会外遇，看这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两个巴掌响叮当，其实你要负一半的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改过你的嗔心过。先生下了班那么辛苦，他没有信心，现在也潦倒了，然后就每天去晃，然后去赌博，回到家里看到你，你就天天要骂他。我跟你讲，我要是你先生的话，我也会绕跑的。你从来没有在他身上让你感受到学佛的慈悲心啊。所以我会觉得哈，说一句英文你不要介意，很多人叫做 superficial practice， 表层上的修行。我没有说你不修行，可是你没有把你诵经念佛拜忏的地方转过来改你的身口意，这个才是佛菩萨要教的。我没有否定诵经念佛有无量无边的大乘功德，师父自己也诵经，可是你的个性要改一改。所以他就跟我忏悔说，师父的确我的脾气很不好，我动不动我就对我先生呢发泄脾气。我说没有错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改啊。今天不是说来门呢、啊、我拜一拜大悲忏，观世音菩萨救救我啊，对不对？我哭得稀里哗啦，吃得很高兴，回到家里站到先生照骂不误啊，那你哪有慈悲心呢？
是不是很真心讲？你这样的话不是真正的忏悔，你只是来结结缘，这会得到什么？注意听，得到的是福报，而不是功德。什么叫福报呢？你食衣住行都无缺，可是你心中贪嗔痴烦恼很强。功德呢，是心真的戒定慧清净。所以你拜忏的目的，你是得到福报还是得到功德？其实每一个人发心不同，果报不一样。举一个例子，最有名的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，各位都知道这个故事吧？梁武帝是非常有善根的人，注意听，他在传记里面，他读过《涅槃经》，他还帝王可以升座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他也是佛门的大护法，下令造很多寺庙，度了很多出家人，做广大的供养。那你说他的功德不大吗？他的福德无边，所以梁武帝本身呢是很有善根的，他都能够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可是当达摩祖师呢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他想测一测这个达摩啊修得如何，他就问他：“达摩祖师，祖师，请问朕一生呢建了这么多的寺庙，度了这么多的出家人，做了这么多的善事，请问我有没有功德？”结果很不幸的，达摩就泼他一盆冷水，毫无功德。假如他问：“请问朕有没有很多福德？”达摩一定会讲：“帝王陛下，你一定福德无边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可是他问我有没有功德，答案是没有功德。为什么呢？注意听，因为达摩祖师有所求，而且他很骄傲的呢，我认为我帝王可以让这些人都出家，这些庙都是我供养的，这些吃都是我供养的。其实他是炫耀的心，他是有所求的心，所以他得到的是福德无边。所以福德会让你食衣住行都无缺，可是你贪嗔痴的烦恼还是很强，脾气还是很大，嗔心还是重。所以历代的帝王都是什么？只有一个太太吗？不会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。这么多的太太说明了一个现象，绝对不可能证阿罗汉果的。因为证阿罗汉果是无欲，是无我的，了解吗？那可是呢，功德的话是什么呢？功德的是你真正透过忏悔以后，身心清净，心变柔软了。有时候你忏悔完了以后，你突然放声大哭，你突然心冷静了一点。哎呀，轮回是真的很苦啊！我以前不计较，非常计较的东西啊，我经过拜忏以后啊，我能够放得下，不计较了。这个就赞叹你，你拜忏而升起了功德。所以判断自己是生福德还是功德，当然也有人呢是福德功德两个都会升起。所以真正的呢，让你成佛证悟达摩祖师是什么？戒定慧才是功德。结果很不幸的，达摩祖师呢跟这个梁武帝呢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当然帝皇也不护持他了。那达摩呢就到呢山上去闭关了，一闭关就闭很久，那么等二祖他的弟子来见他。所以第一个你要懂得忏悔，看为幻灯片，最好的忏悔对现代人来讲就念普贤行愿品吧。我这一生也发愿弘扬华严经，我真正跟我师父学很多很多经论，其实我最深入的经论呢是《大风广佛华严经》。要各位要读整个华严经是很难的，可是呢，读普贤行愿品的敬诵跟《大风广佛华严经》的功德是一样的。希望你发愿念三千遍、五千遍。那各位有的莲友说：“师父，我已经念了差不多，就继续念吧，念到你呢啊往生极乐世界为主。”弘一大师一天每一天就念呢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、净行品跟梵行品，除了梵行品我没有讲，因为他讲般若波罗蜜。净行品跟普贤行愿品我都讲过，事实上我自己也每天念普贤行愿品。你不要看师父这么忙啊，讲完经文我在我的房间还是继续念普贤行愿品，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我也要静坐。为什么？轮回是很苦的。第二个要修止跟观，老菩萨们可能不习惯，可是要练习，先静坐十分钟、十五分钟。你不要认为你不可能，你就是生生世世啊，都这么固执，不肯学。所以前世不修止观，这一世呢，你还是不喜欢止观。下辈子来世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也不太喜欢止观。
可是有些人他止观啊，是多生多劫修的，有些是修一世，有些修三世，有人修一百世，有些人呢他是一百世以上，所以当他打坐，一打坐的时候他就能入定，而且心会非常的清净，这是要多生多劫修的。有些人呢要每天要有恒心静坐，所以先从半个小时一直到最后能够坐两个小时。当然腿会痛，身会麻，可是呢假如你告诉你自己这个身心的痛你都不能忍的话，那断气的时候是比这个还痛的。断气的时候你若没有念佛念咒，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。观世音念佛堂对面就有医院，对不对？各位可以看到医院里面呢，断气的都很痛苦的，插个管子啊，或是呢癌症加护病房都非常痛苦的。要是化疗又打麻药或吗啡的话呢，吗啡可以暂时让你不那么痛苦，但是它会影响你的神识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就是佛教跟外道不共的地方，就是要诵心经21遍，或是最好念金刚经1遍，或者念小品般若经。所以真正啊，注意听，真正修持啊，这三个法门啊，每天都要修。所以你要问我师父说，比较好一点的安排功课是怎么样呢？1、3、5、7修广大行，广大行就像华严经、法华经、大悲忏、大悲观音法门或大愿地藏法门。1、3、5、7，单数天你修菩萨的广大行，任何法门都可以。2、4、6修般若波罗蜜多。为什么呢？玄奘大师到西天取经的时候，他一路呢去求法，当然他通很多佛法，但他就专修两个法，念什么？注意听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他会念梵文，而且他能背，甚至能观想，对不对？他只要一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，力量就非常大。第二，遇到紧急苦难的时候呢，遇到人要来吃他啊，在孙悟空西游记里面常说很多要去唐三藏的吃肉，其实他在经过呢丝绸之路，中国中亚纪宾国很多野蛮的民族的时候呢，的确很多人看到肉嫩嫩的白白的，是很喜欢吃他的肉。他呢要念吃肉的，他就念什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注意听，他虽然上身都在内院，可是他的专修是大悲观音法，他不是念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是他每天晚上发愿，我进行受，当我断气的时候，我要去弥勒净土。可是他真正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他念什么？观音菩萨的圣号。所以他就专修般若心经，还有观音法门，这两个法门，他就可以通达一切佛法。所以修持贵在专精，不像各位，来，师父举一个例子，假如这是筷子。你知道中国人要吃饭用筷子，你看看小朋友，小朋友是这样抓筷子的，妈咪我要吃素贡丸，擦了半天贡丸跳来跳去的，对不对？你抓不到嘛。可是你大人知道，外国人也很难呢，很难学中国人的筷子。为什么？真的拿筷子要三只手拿着，然后手顶住，这样你才能动。修行用这个譬喻，我想了很久，就是告诉你要怎么专精，最多不要超过三个法门。你这样抓住，一生穷尽一生去修，它就会有结果。所以其实任何一个法都好，注意听，《金刚经》讲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师父讲《法华经》，当然我也赞叹《法华经》。我讲《阿弥陀经》，张谈赞叹《阿弥陀佛48大愿无量寿经》。我讲《显密圆融观音法门》，一定赞叹6字大明咒。我讲地藏法门，一定赞叹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，答案是每一个都好，重点是你对哪一个法门有强烈的信愿心。不是说药师法就比观音法门好，地藏法门就比极乐净土好，不是这样，了解吗？法是平等的，不要心中妄生分别。而最重要的是，你是自己要抓到修行的关键是什么？这里有写忏悔、止观跟般若。所以禅修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了悟自心，圆成佛道。你要像古人这样子坐下来，你就能够开悟，这是要很多很多的福德因缘的。你要忏除很多恶业，积聚很多福德资粮，了解佛法，最后你才会容易开悟。
就算你修金刚乘，要修大手印、大圆满，你也要是从金刚萨埵百字明开始念起，十万遍忏除你的恶业，拜十万拜。为什么都要有这些条件？因为这些条件若没有具足的话，你坐在那边是不可能成佛的。接下来再看《法华经·方便品》第二，就说：佛自住大乘，如其所得法，定慧力庄严，以此度众生。我在《法华经·方便品》第二品里面，我非常喜欢这首偈颂。佛自己本身是住在大乘佛法里面，以他所得的法，事实上他所得的法是无量无边八万四千法门。八万四千法门呢，归纳起来呢，三个字：戒定慧。那下面因为呢偈颂的关系，他并没有写戒，可是在注疏里你就看到这里定慧力是指戒定慧三种的力量，你才有功德力去感动众生，这个才叫度众生。所以我做一个总结，佛法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才，不论在家出家，做教育慈善文化，办道场做事，乃至于厨房煮饭的菩萨，这些师父都很随喜。但佛教最难出最难出的人才是什么呢？修持与证悟的人才。修持与证悟的人才是要累积长时间的学习佛法，长时间的修福修慧，而且自己要有很用功的。所以我很希望我这一生在新加坡讲经弘法的时候，新加坡有这么多人听经 DVD 流通，我新加坡呢，哎，能够出一个肉身菩萨的话，那会震动全世界的，全世界的电视都会来采访的，那时候你不怕度不了众生的。各位加油吧。好，请看第十五页第一段：一心顶礼刀立宫中，分身来集地藏菩萨摩诃萨。第二，一心顶礼大集会中，现身闻相地藏菩萨摩诃萨。第三，一心顶礼赞察经中，善安慰说地藏菩萨摩诃萨。请看幻灯片前面一二三，师父是用一种颜色，这是说明地藏菩萨在无量的法会里面有三个最主要的法会是讲他。那这个拜地藏菩萨，这个拜的这个顶礼呢，是明朝偶益大师把它编在他的赞札忏里面。六十四页附录六，礼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。师父建议，如果你真的要拜地藏忏的，请你拜这个会比较好。我看过坊间有很多很多的流通版本，师父手上也有两三个版本。好，我觉得呢，老实说都不太圆满。忏法不是随随便便编的，不是随随便便改的。明朝偶益大师专修地藏法门，然后呢，他就呢，编一个地藏忏。好，简单的你看可以看到，我们很多忏法的仪轨，乃至于你的大悲忏，乃至于其他的忏法仪轨呢，都会大同小异。请看六十四页十六行下半段，准备香花灯果烛，供养十方三世一切三宝。接下来看六十五页，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字讲，一个一个字讲呢是另外一个讲座，我是告诉你它的结构跟架构。然后呢，六十五页从第二行到第十二行是讲我修普贤十大愿的广修供养愿，供养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切的佛法僧，好，设立图像、浮屠、塔庙，一切都供养。接下来六十五页的第十六行这一段，南无地藏菩萨摩诃萨，以神通力现身闻相，这一段非常的精彩。这一段事实上就出自于《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》，这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。地藏菩萨有这么多的功德，这么多的功德，这是出自于《十轮经》的经文。好，接下来翻过来，从六十五页二十九行翻过来，到六十六页，一心顶礼释迦牟尼佛、过去佛、觉华定自在如来。顶礼三十五佛、五十三佛、一切诸佛、一切菩萨摩诃萨，到六十七页就可以开始看到
一心顶礼，刀立天宫，分身来集地藏菩萨摩诃萨。所以刚才我讲的就是摘自于这一段，我让你看到整个忏法的仪轨。好，接下来再翻到68页，然后接下来从第11页到68页第11行到21行的地方，就是所有忏法都要忏除的这10种过失。一，内忌人我，无始以来由爱见故内忌人我，外加恶友，种种的就要忏除10类的罪业，然后希望地藏菩萨加持我能够深信因果，生惭愧心。接下来就是中国这个藕益大师写的忏法，然后跪着自心忏悔，弟子某某等，一直念到69页下面第24行，最后站起来归命礼三宝，要观想声音是空性的。最后翻过来70页，然后就南无十方佛、十方法、十方身、释迦牟尼佛、地藏菩萨本愿经、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、赞察善恶业报经、南无地藏菩萨摩诃萨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捧着香而惊醒，对不对？就跟你拜大悲忏的仪轨是差不多的。接下来再三归一就圆满了。好，现在翻回来第15页，请看幻灯片。地藏菩萨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曾经在3次大法会亲自在无量无边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，过去现在未来的大菩萨，各位可以想象像大海一般广大无边，有这么多的菩萨坐在大宝莲花里，这么多的佛呢在虚空里听释迦牟尼佛讲经，那场面是非常壮观的，全世界最大的全球弘法大会吧，是不是？你观想一下嘛，用你的想象力，在这么多菩萨里面呢，其实最有名的就是文殊普贤观音八大菩萨，现在地藏菩萨就站起来了，从南方世界来，那所有的大菩萨都很讶异，哇，这尊菩萨那的功德相貌庄严啊，他的光啊照遍3000大千世界，所有人的光啊都没有他这么庄严。这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菩萨会站起来，请问释迦牟尼佛，这尊菩萨为什么这么特别？他是一个仙人像出家众，可是他的光芒啊胜过一切诸佛，胜过一切大菩萨，连观音文殊跟普贤啊很多大菩萨的光啊都才可以跟他媲美，所以地藏菩萨是很了不起的。第一，请看刀立天宫，分身来集地藏菩萨摩诃萨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呢，为了报母亲的恩，离开地球3个月，上升刀立天宫，为妈妈讲地藏经，还有讲其他的经典，所以他叫大集经。这时候分身来集，无量无边，从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三恶道，所有的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有分身的地藏王菩萨，而且每一个地藏菩萨都带无量无边的眷属。注意听，很多的鬼也上来了，鬼是没有办法到刀立天的，因为鬼就是在鬼道嘛。地藏菩萨，每一个地藏菩萨分身都带无量无边的6道众生，通通坐着大宝莲花，手里拿着一朵花来供养释迦牟尼佛。你想鬼怎么可能上刀立天宫呢？地藏菩萨的加持，地藏菩萨的广大的神通力啊，把所有的6道众生都送到刀立天宫去见释迦牟尼佛跟一切诸佛了，所以他叫分身来集地藏菩萨摩诃萨。所以地藏经就是主要从这个法会而讲的。第二个，一心顶礼大集会中现身文相地藏王菩萨。好，这是大集会，就是这一次讲经讲的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。我上次说大乘大吉，大乘大吉，吉就是集合在一起， like 英文讲的 correction 或 combine together， 就是呢全部收集在一起。那这时候地藏菩萨很特别，是什么？现身文相，把身文相画起来。地藏菩萨是4大菩萨，不管你5大菩萨或8大菩萨里面唯一生生世世发愿现出家相的。你看到文殊普贤跟观音，乃至于呢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，乃至看到虚空藏，然后呢其他的菩萨照相都有头发，都戴宝冠，只有一个菩萨
地藏菩萨，他生生世世发愿是现出家相。为什么呢？在《大乘大集十轮经》啊，地藏菩萨曾经说，末法时代众生呢、造很多的恶业，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中，在所有五浊恶世里面，最清净的标志是什么呢？出家人披袈裟，所以这是最清净庄严之相，这是南阎浮提的叫清净轮相，轮是指转法轮的轮。所以我昨天给你看到弘一大师亲笔画的地藏王菩萨，非常庄严，他上面有他写的字。这个呢，就是他现出家相。这个相呢，刚开始你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可是你注意看，他的脸是非常宁静的，你越看心会越欢喜。所以为什么地藏菩萨要现身文相呢？因为像南瞻部洲啊，有正法住世，佛法僧三宝。注意听，地藏菩萨各位也知道，在地藏经甚至在十轮经里面说，佛出世的时候当然可以度众生，那佛灭度以后呢？佛不出世的什么地藏菩萨也会出世度众生。所以地藏菩萨是生生世世都现出家相的。所以老实说哈，这个出家的人呢，应该拜很多佛菩萨之外呢，也要拜地藏菩萨。我自己就是拜观音跟地藏两个出家的。所以地藏菩萨他生生世世现身文相。好，接下来再看下面。第三，一心顶礼，湛茶顶礼湛茶经中，湛茶经就是湛茶善恶业报经。湛茶善恶业报经，我昨天提了一下下，如果你想学的话，可以上网，然后或者买书，然后梦参老和尚呢有详细的解说跟讲记啊。他呢在湛茶经中的嘛，就是他地藏菩萨像谁呢？像妈妈一样善安慰说，苦口婆心会劝小孩，鼓励小孩，永远不放弃众生，透过拜忏念地藏的圣号，然后透过湛轮，然后看到你过去现在未来的清净业相。这是佛门里面在大乘经论，西藏佛教当然也有占卜，可是在大乘佛法我所知道里面唯一最独特是亲自讲丢湛茶轮的。好，所以这一二三是讲地藏菩萨在三个大法会里面现哪三种相呢？第一，地藏菩萨可以分身来集，他可以千百亿化身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第二个，南瞻部洲的现清净轮相，就是现出家相。第三个就是呢，如慈母一般永远善安慰说，鼓励解决众生的问题。好，接下来看第四，一心顶礼，入能发智定，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好，这下面呢，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叫做入字。入一定有能入跟所入，对不对？佛经里面常常讲能所，比方说现在我们在场，能说的人是谁？心弘法师。所听经的是谁？在座的各位，我们一定有能跟所。所以这些一心顶礼的入，请入画起来，表示他进入华严经的义真法界，也就是呢湛茶善恶报业报经讲的一乘十相。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里边也讲到，地藏菩萨所证入的功德等同十方诸佛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境界。所以这个入是指进入一真法界。那能入的是什么呢？下面它有不同的能，开发你心中真正一切种智成佛的智慧，这样的甚深坛定是地藏菩萨有具足的，所以叫做入能发智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再看第五，一心顶礼，入具足无边智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地藏菩萨呢，他具足无边的智慧的甚深禅定，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里面说，早上一大早清晨，大概呢在五点以前吧，假如以中国的时段，地藏菩萨才会入客恒河沙伽定，然后呢观地藏菩萨
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因为众生的业每天早上起来啊，睡觉之前呢，你都在睡觉，早上起来的你就动念头，然后你就开始身体会活动，所以你在还要早上没有起床之前呢，地藏菩萨就先入定了，他就观一切众生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观哪些众生跟我有缘，哪些众生没缘，哪些众生今天有苦难，哪些众生有问题，地藏菩萨就会千百亿化身，然后来度你。所以早上念地藏菩萨感应力是很强的，不是你们一般理解哦。晚上念地藏菩萨还比较好，也有人的经验说晚上要睡觉前念地藏菩萨呢就会遇到鬼。真的，举个例子，我的妹妹，我有两个妹妹，一个妹妹呢，第二个妹妹因为业的关系交到坏朋友，很不幸有一次呢她就被关到监狱去了，他写了一封信给我，哥哥啊，我很忏悔，我交了坏朋友，结果呢，被朋友骗了，结果呢，他就真的是这样，然后呢，他借朋友钱，结果呢，朋友借钱以后呢，他就跑了，跑了以后呢，那朋友就反诬赖他，他就被诬告，就被关到监狱里去了，台北土城监狱所，监狱关到当中很可怜的写了一封信给我，那时候我已经出家，哥哥我要忏悔，请你帮我诵经回向，哥哥我在哦那个。就是土城监狱里面呢，我每天都吃素，然后呢我还斋戒，我念心经，我念观音，念地藏，希望你赶快帮我忙，我希望我赶快能够出来。他本来被判呢要三年的，后来呢我知道他被诬赖的，他没有恶心，当然也是过去的业，我真的为他诵经求佛菩萨，后来呢法官再判一次就变一年，一年以后呢，然后在第三次上诉就判三个月，三个月他就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就不吃素啦。众生就是这样的。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到庙里来看我，我说早知道你被关三年会比较好，你还会念三年的经，我真的不应该帮你回向。出来以后他就会忏悔业障啊，然后呢，所以呢，老实说，众生都是这样。有困难的时候，我继续讲故事哈。不，新加坡也很多人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临时抱佛脚，所以呢，后来呢，就还是碰到很多障碍，工作也找不到，然后呢，碰到都是坏朋友。后来他说听到念地藏经很好，他就开始念，就他不念则已，一念呢，晚上又打电话，哥，窗户那边外面一排鬼耶，那我还要不要念呢、啊？是不是我业障现前，不念则已啊？一念呢，鬼更多。我说不用念，不要怕。那是无毒鬼王跟地藏菩萨的加持，是你多生多名的幽冥界众生来，不要怕，你念经的时候地藏菩萨一定在你头顶，不管你看到看不到继续念。可是很可惜的是，我妹妹呢，虽然临时抱佛脚，虽然有个这个出家的师父哥哥啊，但是呢她佛法还是不深入，结果她就不念了。不念以后呢，那当然业力就没办法改变的。同样让我想到，我从2003年到新加坡来，每天呢弘法的时候都会会客，我也发现新加坡呢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很多人也来见我，问题解决完了以后呢就不见了。有啊，有一个莲友找不到工作，我叫他念普贤行愿品，师父还帮他回向半年，就他找到了五个工作，然后呢其中选一个非常好，最后呢门都没有了，现在都不见了。所以变成注意看，佛菩萨在这里，众生造业受苦，当你遇到苦的时候，你拜佛菩萨忏悔啊，念经啊，佛菩萨当中帮你拉你一把，当你业消除的时候，哎，你又有本钱去给浪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了，就继续轮回啊，就是这样啊。等你受了苦了以后，遇到苦难的时候呢，良心又发现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救救我，突然观音菩萨又现身了，对不对？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永远不放弃你的，可是呢他是无我的，可是他会觉得愚痴的众生，就像地藏经讲，所有的众生像什么大海的鱼一样捞上来，头出头没，头出头没，对不对？众生哪一天才度尽啊？众生的劣根性是很难改的，所以念地藏菩萨他有入无边具足无边智定，他有甚深的智慧，有智慧去观察我今天要怎么去帮助一切的众生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我的妹妹呢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念，不过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念观世音菩萨，
他碰到苦难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妈妈也会劝他，你就念六字大明咒吧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众生都很苦，为什么？苦在你心中啊，没有佛法。接下来看第六，一心顶礼，入具足清净智定，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前面第五个是讲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，叫无边智定，任何一个世界，任何佛国土，它都没有限制。第六个是讲深度，它的智定呢是非常清净的，所以注意听，清净得画起来。所以修禅定的人要持戒，你不可能说你戒体不清净，然后你会得有禅定。假如你戒体不清净而得到禅定跟神通，那要小心，这很危险。有好几种可能有可能有神通，注意听，长话短说，经论归纳。第一，鬼神附身也会有神通，很多的嫁鸡服卵就是这一类的。第二个，念咒也会有神通，比如你念大佛顶神楞严咒，我念大悲神咒，你一生专修大悲神咒，修十万遍乃至修二十年三十年，你的确就会有神通，你看到别人就可以看到别人的念头，趁他过去现在未来，你真的可以看得到，这是真的，这是仰仗大悲神咒的功德。第三种是呢，这个药物也会产生咒语。好，就好像现在以现在的话讲，你喝酒，然后酒精很高很高，然后进入那种昏迷恍惚的状态，突破时空，然后你看到，但有些是幻境的。第四类是最恰当的，自己修的戒定慧就有神通。像佛陀在阿含经跟大乘经论，很多圣弟子在家出家来有对佛陀有疑惑，佛陀不用说，哎，等一下，先让我进去拜个忏，一个小时后我出来再告诉你。佛陀不用，他看到你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看到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以佛有无上的甚深的禅定，他是大智慧跟大神通。所以戒体清净才会真正现出清净的戒定慧，这叫具足清净智定。戒假如不清净而有神通的话，很小心，有时候你会跟幽冥界众生打交道。而且中国人也说一句话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如果你缠上了幽冥界众生的话，那很抱歉，可能师父也帮不上你的忙了。对，请看下面幻灯片。所以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他因为有无边智定跟无边清净定跟前面的能发智定，从四到六这三个根本的定呢，他就可以满一切众生的愿。请看幻灯片。所以地藏菩萨一般的造像，他的右手就是拿席藏。昨天说过，席藏代表出家人的法器之一，出家要有托钵、席藏，还有要有这个礼佛的时候的拜垫，或是禅坐的这个垫子，对不对？其中席藏就是出家身相所拥有的法器之一。那现在受戒呢，就只是仪式而已，象征着给你。那甚至有些呢是给你小小的尊，这样两尊呢是供在佛堂上。真正印度人啊，出家的时候去托钵了，他是要拿席藏，他要打大地，震动大地，然后就开始出动。那告诉人家说僧伽来了，这样子。第二个，地藏菩萨的左手就拿摩尼珠，跟六字大明咒的观世音菩萨一样，如意轮观音是满一切众生的愿望。好，接下来再看第七到第十二。请看第七，一心顶礼，入具足惭愧智定，把惭愧画起来。禅定从哪里修？先从惭愧心里修，要常常到知道错，知道自己很惭愧。我常常说一句话，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，大家都一样丑陋，谁都不要嘲笑谁，因为你都有欲望烦恼，你有贪嗔痴，重点是你能够控制自己，能够觉照自己，所以要有惭愧心，所以叫做具足惭愧智定。看第八，一心顶礼，入具足诸乘明定，地藏菩萨摩诃萨。把诸乘明定画起来，表示地藏菩萨对南传、北传、藏传八宗一切的教法，他都很通达，没有门户之见。地藏菩萨若要度南传的人，他也会为他说四圣地
八正道跟十二因缘的。诸乘明定就是对于各个乘，乘就是不同的方式，佛陀教的南传、北传、藏传、小乘、大乘、金刚乘，所有的三世诸佛的教法他都通达。先看第九，一心顶礼入无忧神通明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所以你常常拜地藏菩萨的话，你的心里比较不会忧虑。因为现代人压力很大，动不动担忧都很多，恐惧心很多，那你就念地藏菩萨，拜地藏菩萨。就算你有很多的功课很忙，起码注意听，你就选一张地藏菩萨的佛卡，早晚供水跟香。再讲一遍，这地藏法门有非常多，可以雕塑地藏菩萨，画地藏菩萨。各位都读过地藏经，新加坡呢七月都很忙的，对不对？全部都念地藏经很熟。所以地藏经里面呢讲，有人呢你送地画地藏菩萨，供养地藏菩萨的佛卡或纸的，或者呢每天用一杯水，水没有多少钱嘛，你啊表示有供养心，代表清净平等心，或供香，乃至于你有福报，这初一十五或是六斋日十斋日供香花灯果烛更好。那你能够像讲经佛堂这样供的话，那是很有福报的。你不要去怕供养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去问檀香，檀香沉香不一样，老板请问哪个最便宜呀？不要这样想，你应该想我有能力做多少，而不是先捡哪个最便宜花。哎呀，这个花、哎、选那个最便宜的好了，选一个最差的供佛，那你的福报不会圆满。你要用我能够供养多少，我今天的福报能够供养这个花，好，我就供这个花。也有问我说，师父，玫瑰花可不可以供养地藏菩萨？当然可以啊，谁说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任何的花都可以供。所以你要供养，供养一杯水，点香，然后礼佛三拜，这样子的话你就每天在供养地藏菩萨。好，我讲一个地藏感应录给大家听，是真的。